老板，应聘。进来，进来。啊，应聘什么？保安大爷。保安大爷？啊。你怎么想起来干这个呢？大爷60岁才当上保安，我今年才25岁，我要少走30多年弯路。你年纪轻轻的就没有什么梦想吗？有啊。啊，什么？当保安队长。那不还是保安吗？保安，保安，保卫一方平安。那你之前有没有工作经验吗？工作经验倒是没有，应聘经验倒是挺丰富的。那介绍一下自己吧。李虎，男，25，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诚实了。诚实是好事呀。那谢谢你啊，丑八怪。当保安，要是你素质好才行，你身体能行吗？你这话说的，你看好了。啊。梁山伯为祝英台，春天来对来，蜜蜂开花正盛开。跳的有点累了，给我点水喝。来，我没喝，你拿喝吧。吃一点哈。我去，这酸奶鱼真好吃，真鲜，很贵吧？不贵，这是鼎鼎老人菜酸奶鱼，一份才20来块钱，还是杭州亚运会官方指定鱼制菜肴，里面都给你搭配好了，特别是这个鱼片，鲜红有弹性，只有整活鱼先切才这样，把筋道包、酸菜包放进去，水开再下鱼，鱼片一大卷就可以出锅了。点击我视频最底部就可以下单。行，等会儿我也去推你们。马上过节了，摘到酸菜鱼挺不错的。还有什么才艺吗？有啊。我乖，你这跟哪人学的？看直播学的。你对我们公司还有什么要求吗？包吃包住不？我们这边住宿要补贴，吃饭没有？还没吃。我的意思是我们这边不包吃，也没有补贴。那你入职后准备干多久？那得看你身体素质了。什么意思？我能干到你嘎这一天。我的个鞋！我去，你现在就要嘎了？你都快要嘎了，还来找人？你这不是扣人吗？